看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快乐体验特别节目《超级少年》，我是孩子们的曹震叔叔。啊，现在呢，我们是在重庆市万盛的黑山谷景区。啊，接下来呢，将进行一场很有技术含量的比赛。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在野狼出没的山谷，在人迹罕至的密林，三支队伍的十二名小勇士将面临生存的考验，攀越悬崖，穿过河流，飞越沟壑，去执行终极任务猎狐，争夺属于他们的荣誉——超级少年。经过两场六个回合的比拼，猎豹队和黑山谷队成功晋级，而身体素质突出的零八队却因为违反比赛规则，意外的被淘汰。面对大自己两岁并且高自己一头的猎豹队，还是小弟弟小妹妹的黑山谷队能行吗？在超级少年的最后较量中，谁会赢得最后的胜利呢？终极猎狐，这个是什么？无线电测向机。啊，无线电测向机，或者叫无线电测向仪。今天的两队队员将用无线测向仪找到藏在深山密林里的间谍，我们称之为猎狐行动。然后我们的参赛队员用电台向总部报告狐狸的精度和纬度，我们总部会派直升机过来直接抓捕狐狸。那么今天参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猎豹队、黑山谷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呢，我们现场会有一位教官对你们的比赛过程进行点评和指导，让我们掌声有请齐继辉老师。同学们好。教官好。齐继辉，中国无线电测向队主教练。狭路相逢勇者胜，一起进入第一回合的比赛，加油。第一回合，穿越峡谷。情报显示，一名间谍正在某区进行非法测绘，猎狐侦察小组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这只狐狸，并通知基地进行抓捕。而且在穿越过程中，队员们还必须救下被困在索桥上的小黑夜猴。比赛规则：一，四名队员通过索桥穿越峡谷，并救助被困的小黑夜猴；二，每人救助一只小黑夜猴，掉下一次拔时20秒；三，累计用时最短的队获胜。好，现在呢，两队的队员都已经严阵以待了啊。那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不仅有深山密林，还会有河流，甚至悬崖。你们有信心完成比赛吗？有。好，接下来，剪刀石头布，决定哪个先上，哪个后上。剪刀石头布。好，掌声鼓励黑山谷队比赛。我们是黑山谷队，我们的口号是。重庆市万盛开发区体育学校，侯斌策、王征辉、梁小燕、肖阳坤，准备好了吗？好。对，开始。要想通过河流，队员们首先要依靠地图和指北针找到索桥的位置。往后贴就行了吗？快点，你往边走，应该往这边走，应该往左边走。去往索桥的最佳路线只有一条，如果走错，将会耽误大量的时间。在队长侯斌特的带领下，黑山谷队很快到达了索桥。
第一个穿越的是梁小燕。尽管在高低不平、前后摇晃的索桥上行走，梁小燕很害怕，但她成功的救助了小黑夜猴。一个人在索桥上行走就已经很困难了，再带上一只小黑夜猴，梁小燕的速度慢了下来。因为从到低的到高的那个圆木的那一节的时候，我的有一只脚掉下去了，然后我当时特别提心吊胆的，因为我怕我整个人都摔下去。尽管心里很害怕，但梁小燕坚持着，并顺利的到达了对岸。梁小燕用时1分07秒。接下来上场的是黑山谷队的肖阳坤。别看肖阳坤是个男生，但他却非常晕高，加上左右摇晃的索桥，虽然他救下了一只小黑夜猴，但又把它丢了。是掉猴子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也很害怕。我一看见肖阳坤掉猴子的时候，我就特别火，因为加了20秒，这影响了我们的成绩。黑夜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12年被列为濒危物种。头上一撮直立的冠毛，两腮各有一条白带，是黑夜猴的显著特征。黑夜猴谨慎、胆小，因此在黑山谷难得看到它们嬉戏的场面。为了减少丢失猴子损失的时间，肖阳坤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肖阳坤用时1分24秒。黑山谷队第三个上场的是王征辉。由于肖阳坤被罚时20秒，因此黑山谷队面临的形势异常严峻起来。如果王征辉也失误，那么黑山谷队无疑要输掉第一回合的比赛。我看完肖阳坤把猴子掉到那个，我心里面非常着急，一心就想为肖阳坤把时间争取回来。为了保证速度，王征辉把小黑夜猴叼在了嘴里，这样可以腾出双手快速前进。因为比赛规则没有规定不允许用嘴叼猴子，所以王征辉打了个擦边球。王征辉用时47秒。黑山谷队最后一个上场的是队长侯宾策。我是第四个出发的，因为我一看见这圆木就很紧张，也很害怕。作为队长，侯宾策生怕自己出现失误，因为猎豹队还没有比赛，如果猎豹队也有一名队员出现失误，而自己能够顺利到达对岸，那么黑山谷队还有获胜的希望。可是侯宾策在救助小黑夜猴的时候却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由于他站立位置靠后，这给他救助黑夜猴带来了不小的难度，从而耽误了时间。侯宾策用时1分01秒。好，现在黑山谷队比赛结束啊，走在上面害怕不害怕？不害怕。这个项目呢是每个队员单独比赛，所以呢就看每个人的成绩如何，单个人越快整个团队也就越快。你们队最快的谁？王正辉。啊，用了多久？47秒。好，47秒。我知道有一个同学速度非常慢，而且还出现了失误，是谁？肖阳坤。猴子掉了，为什么会掉呢？没拉住。好，这小猴掉了不要紧啊，要加上20秒的时间。本来你们团队的成绩是13分49秒，现在变成了14分09秒。这成绩觉得满意吗？不满意。不满意。啊，猎豹队的队员身高比你们都高，应该速度比你们快，但是只有一个可能，如果他们出现更大的失误，就会比你们慢。看看他们的表现啊，猎豹队上场。开始。猎豹队的队员都是来自城市，他们能行吗？
我们是猎豹队，我们的口号是一气九州，水与争锋，耶、长春汽车开发区第九中学，李俊涵、李卓轩、王蒙、李佳宇。尽管路途上满是树藤，但在队长李俊涵的带领下，猎豹队小心前行，很快赶到了索桥。猎豹队首先派出李佳宇穿越，他们希望李佳宇能为全队开个好头。水它一直在流，完之后吧，你就看着就是像那个木头它就自己在动似的，就特别，而且那个还特别晃。在那个最高点的时候我最紧张，因为那猴也是最高点上啊，必须得还要必须得拿住猴，要不然猴掉下来就得罚时间了。尽管李佳宇有些害怕，但他实现了完美的穿越，为后面的队员树立了信心。李佳宇用时42秒。开始。猎豹队第二个穿越的是李卓轩，因为他胆子小，所以上场前队长李俊涵就叮嘱李卓轩一定要稳，千万不要求快。我在救黑夜猴的时候，我十分的害怕，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玩过这样晃晃荡荡的东西。李卓轩胆儿特别小，所以他在走索桥的时候，我看出来他十分的害怕，所以非常努力的加油，希望能帮他战胜心理的困难。在同伴们的鼓励下，李卓轩小心前行，他紧紧地叼着小黑夜猴，缓步前行，最终顺利到达了终点。虽然他走得最慢，但是我认为他战胜了自己，这点是最棒的。李卓轩用时1分18秒。猎豹队第三个穿越的是王蒙，尽管王蒙是个女生，但她的穿越速度比男生还快。王蒙是猎豹队的替补队员，这是他第一次上场。在猎豹队的几名队员里，王蒙是最娇气的一位。对于他来说，能参加冠军争夺赛是全队对他的信任，因此王蒙下决心要为全队争光。王蒙用时55秒。猎豹队最后一个上场的是队长李俊涵，他的表现决定着猎豹队的成败。如果他中途出现失误，那么猎豹队很可能输掉第一回合的比赛。如果第四名队员不失误的话，我们这个回合一定能赢。李俊涵没有辜负全队的希望，快速到达了终点。李俊涵用时37秒。现在猎豹队也比赛完毕了，也来问一下你们队最慢的是谁？我看跟曹振叔叔预想的是不是一样啊？谁最慢举手。你看我都猜到了，就猜是你。个子不高而且比较胖，走这个项目会晃得比较厉害是吧？你们队走得最快的是谁？哎呦，这回不一样，我本来以为是你。你看又是男生，个子又最高，为什么不是你最快而是他？你为什么这么快？因为我学过舞蹈，平衡力好。好，两支队伍当中最快的一个，来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好，我们猎豹队比较有意思啊，最慢的在他们队1分18秒，最快的也在他们队，那到底他们是赢了还是输了呢？咱们黑山谷队用时是14分09秒，我们猎豹队用时是多少呢？13分32秒，获胜。耶！第一回合穿越峡谷，黑山谷队用时14分09秒，猎豹队用时13分32秒。第一个回合的比赛，猎豹队暂时领先啊，后面还有两个回合的比赛，我们的最终结果就要见分晓了。好，我们一起进入第二回合的比赛，加油！第二回合，扎伐球渡。
穿越峡谷，救下小黑夜猴，侦察小组继续前行。然而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宽阔的河流，队员们要想尽办法扎伐求渡后才能赶往猎狐区。比赛规则：一，每队利用地图找到用来扎伐的物品；二，制作一个筏子并渡河到对岸；三，在两小时内渡河人数多的队获胜。扎伐求渡难度有两个，一个是如何绑架，另一个就是瓶子，如果把瓶子绑在四周，它就起不到漂浮作用，必须把瓶子绑在底下。第一个回合的比赛当中呢，我们每一个队员都是单兵作战，第二个回合的比赛大家一定是要团队合作了，在规定的时间之内，这个筏子不管制作完成与否都要乘坐这个筏子过河，所以呢如果没有制作完成会怎么样？落水。落水。对，所以要完成的又快又好，明白了吗？明白了。好，两位队长出列，剪刀石头布。好，掌声鼓励黑山谷队参赛，祝你们好运。一二三，加油！预备，开始。扎伐求渡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找到扎伐所用的材料，利用地图找材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在身高、体力和扎伐经验上，黑山谷队就不如猎豹队了。扎伐材料有竹竿、空塑料瓶、木方、绳子、木板。黑山谷队很快找到了所有的材料，那么他们会怎样设计竹筏呢？我们先用两根粗竹子摆成十字架，这样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然后在上面分别放上细竹子摆成网格的形状，然后再绑上绳子，绳子放得越多浮力就会越大。黑山谷队的设计比较合理，但他们能实现吗？你们身体好，红心凤。对于如何扎筏子，几位男生完全没有经验，一脸茫然。所有指挥设计工作都落在了梁小燕的身上。梁小燕把队员分成两组，肖阳坤负责在瓶子上系绳子，剩下的三名队员负责绑骨架。绑的一定要记住要绑。为了满足各队的设计要求，组委会为每个队分别准备了20根粗竹竿、500根细竹竿、6条木方、2块木板和500个大小不一的空塑料瓶。根据阿基米德定律计算，500个空塑料瓶的浮力完全可以承载4个大人，更不要说承载4名队员了。对于参赛队来说，要想赢得比赛，除了竹筏结构设计要合理以外，还要分配好时间，因为比赛的总时间只有2个小时，如果扎筏的时间过长，那么渡河的时间就短，很可能造成还没有到达对岸时间就耗尽的情况发生。而如果扎筏时间过短，就会造成捆绑的塑料瓶不够，竹筏承载力小的状况，这样渡河的队员就会减少。还有20秒时间，由于黑山谷队是第一次扎筏子，没有一点经验，所以他们的进度非常缓慢。在搭竹筏的过程中，我们在系瓶子上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分工不明确。肖阳坤一个人在那儿系瓶子，我们在那儿绑瓶子，我们的瓶子绑完了就坐在那儿干等，没有去帮肖阳坤系瓶子，就在这上面花费了很长的时间。黑山谷队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们决定绑上2块木板后就下水。然而巨大的筏子沉重无比，他们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筏子抬到了水里。梁小燕第一个登上了筏子，当第三名队员登上筏子时却出
出现了意外。当竹筏放在水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得特别成功，然后我就第一个上去，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稳当，还没有沉。第二个人上去的时候，水只沉了一点一点，然后当第三个人上去的时候，当那个船那个竹筏一直在往下沉，我就急忙跳上岸去。为了避免获得零分，黑山谷队决定一次上两个人，送过去一人后再划回来接另一个人，这样每次送一名队员，三次就能完成任务。黑山谷队的失误在于就是瓶子没有用完，结果导致只有两个人上上船。侯斌策和王征辉用力划着，争取快些回来再接上一名队员。然而当他们划到一半的时候，已经没有力气了。两位队员放弃了再回去接人的想法，最终顺利到达对岸。好，黑山谷队已经比完了。那这个回合的比赛呢，本来四名队员应该都上，你们只上了两个。哎，接下来该这个猎豹队比赛了，他们个子比你们高，相对来说呢，生活经验也比你们丰富。曹震叔叔认为，这个回合猎豹队肯定会赢，你们觉得呢？好，你看，不承认，但是心里肯定还不服气，哈哈。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猎豹队的表现。预备，开始。尽管猎豹队还不知道黑山谷队的成绩，但他们信心满满，决心延续第一回合的辉煌，取得第二回合的胜利。这样三局两胜，他们就提前获得冠军了。与黑山谷队不同，猎豹队没有采用十字龙骨结构，而是用木方作为龙骨进行平铺，然后布满细竹子，最后才绑上废塑料瓶。在人员分配上，猎豹队也与黑山谷队不同，他们是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给瓶子系绳和绑骨架。猎豹队的队员先是把绳子系在瓶口上，然后再系到竹竿上，这样的绑法不但不正确，而且耗费大量的时间。正确的捆绑方法是用两条绳子，一条系瓶口，另一条系瓶底，而且捆绑时要借助瓶子的凹陷处，这样不但牢靠，而且效率也大大提高。赶紧的，没时间了，俩的连接在一起，这不就是了吗？你俩好好的，加油啊！你放心，咱们一定会成功的，加油加油，千万就别去互相埋怨，要不然。负责捆绑瓶子的王蒙和李卓轩因为捆绑方法问题而相互埋怨，对于一个团队来说，遇到问题要想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不是互相埋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还有最后十分钟，抓紧啊。猎豹队在捆绑骨架及瓶子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以至于很多已经绑好绳子的塑料瓶都没用上。为了赶时间，他们只好舍弃塑料瓶，抓紧时间上板。在扎筏的时候，我们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考虑好这个筏子的浮力分配，把一边的浮力弄得太短了，而另一边就弄得太重了。猎豹队的布局很好，但是也有两个失误，一个就是瓶子没有用完，第二个失误就是板没有固定住。在没有捆绑足够塑料瓶的情况下，能否顺利完成渡河任务，猎豹队谁的心里都没底。当两名队员登上漂浮筏后，漂浮筏开始慢慢倾斜。竹筏上两个木板它没有就是绑严，竹筏整个失去平衡，最后都落水了。在落水的时候，我想游过去，可是规则不让。竹筏的承载力不够，猎豹队商量后只能让体力最好的李佳宇执行渡河任务了。最终猎豹队只有李佳宇一名队员到达了终点。好，现在猎豹队也比赛结束了。本来咱们比赛规则是这样规定的，如果两队的四个队员都过去，看谁的速度快谁就赢了，如果呢都没有过去，就看哪个队上的队员多他就赢了。之前我们的黑山谷队上了两名队员，猎豹队本来呢
我还说你们有优势，生活经验比较丰富一些，但是呢你们猪排没制作好的情况下，优势变成劣势了。所以呢这个回合获胜的是黑山谷队，恭喜你们。第二回合扎伐求渡，黑山谷队成功渡河两人，猎豹队成功渡河一人。好，现在双方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啊，两回合的比赛各赢一个回合，那第三个回合咱们就要完成咱们的主要任务猎狐了，看看究竟谁能笑到最后。好，一起进入最后一个回合的比赛，加油。第三回合终极猎狐，接下来呢我们要真正完成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任务了，叫做要猎狐了。现在大家已经渡过了一片河流，进入了一片密林，非法测绘的狐狸就在这一片密林当中啊。接下来呢我们这个两个队的队员要通过手里的无线电测向仪找到狐狸的位置，然后呢通过发报机向总部报告，总部就派直升机来抓这只狐狸。两个队长出列，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耶、yeah！ 好，我们掌声鼓励黑山谷队参赛。比赛规则：一，队员通过测向仪找到狐狸；二，利用电台向基地报告狐狸的坐标；三，用时最短的队获胜。终极猎狐难度有两个，一个就是信号它不同时发射，它有时有时无；第二个难度就是有一个真狐狸，两个假狐狸，如果找错它就会耽误时间。现在我们的黑山谷队要出发去猎狐了啊！问一下我们小燕同学，具体这个是怎么用的？你怎么判断要朝哪方向走呢？移动这个无线电测向机，然后哪根声音带我们就朝哪个方向走。你会戴耳机是吗？对。哦，戴一耳机，哪个方向的声音大就朝哪个方向走。比如说，狐狸在前面，这个声音就大；如果朝这边的话，声音就小，是吗？是。好，但是呢，这片密林当中并不是只有一个狐狸，我们还安排了两个假的狐狸，有两个假的信号源，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找错。对，如果你一次性找到真狐狸，哎，节约时间了；但是如果你找了一个是假的，又找了一个又是假的，第三次才找到真狐狸，就耽误时间了。第二点，这个信号源发射的信号不是连续不断的，发射一分钟信号，停四分钟，你可能哎突然没信号了。这都是给大家增加的难度，祝你们好运，来，一二三，加油！预备，开始。黑山谷队出发了。第三回合对于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知道谁获得第三回合的胜利，谁就获得了冠军。根据地形来看，寻找狐狸的最佳路线只有一条，而且还要面对假狐狸信号的干扰。面对经验比自己丰富的猎豹队，黑山谷队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吗？根据信号的强弱，黑山谷队向着真狐狸的大致方向靠拢。信号没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咱们走错了？当信号再次出现的时候，黑山谷队快速向前搜索，然而这次他们听到的是假狐狸的信号。好，这时刻效率太低了，我等一个，你们两个等一个。咦，这里有一个。通过监听，黑山谷队判断狐狸在河对岸，于是他们再次涉水过河。然而他们刚刚过河，狐狸的信号就又一次消失了。我听不到声音了，怎么了？到底往哪边走？你那边有信号没有？有。强不？有点强。你们听到声音了吗？听到。我听到了。哎，我觉得应该在这里。
尽管黑山谷队离信号越来越近了，但是因为他们混淆了真假狐狸的信号特征，所以他们找到的第二个狐狸还是假狐狸。找到了两个假狐狸，也就去除了两个信号源，剩下的一个信号就只有真狐狸的了，这极大减少了寻找的难度。在队员们的共同努力下，黑山谷队终于找到了真狐狸。在东极猎狐中，黑山谷队没有什么大的失误，但是他们的移动速度稍微慢了一点。当时我心里特别着急，因为我心里总想着拿冠军，所以说导致了我判断错误了。然后再加上林子很密，我们行动起很慢，所以我们耽误了很多时间。精度106.90.84，纬度28.92.64。现在黑山谷队回来了啊！黑山谷队最终用时是23分24秒，满意吗？满意。这就满意了。好，咱们就看看猎豹队比你们快还是比你们慢，好吗？好。来，猎豹队上场，预备，开始。在第二回合中，猎豹队意外地输给了比自己小的黑山谷队，这让队长李俊涵的压力剧增。怎么样，过河快？过河慢点儿。在李俊涵的带领下，猎豹队快速地向狐狸方向推进，然而他们也混淆了真假狐狸的信号特征。去除一个假狐狸，猎豹队迅速向下一个目标靠拢。慢点，慢点，这头重点。慢点，这是个下坡，我等一下。就是这个小小的斜坡，让猎豹队耽误了不少时间。我下坡的时候不慎摔了一跤，那时候臀部特别的麻，站根本就站不起来，我当时就哭了。后来教官说要不继续，要不就回去。听到这句话，我立马拍拍后边的泥，马上站了起来。我可不能当全队的拖油瓶子。时间对于猎豹队来说异常的宝贵，队长李俊涵催促队员们尽快过河。为了节省时间，到达对岸后，李俊涵迅速开始布置任务。咱们分成两组包抄，李周轩、李佳宇一组，我跟王萌一组，然后开始往这个方位行进。你们两个从这条绳子往这边走，我们两个从这条绳子走。OK， 快快快，够够够够够。李俊涵采取的是寻找电台的最佳策略，通过交叉法就能很快确定狐狸的位置。然而，由于李卓轩粗心，他与第二只假狐狸擦肩而过。经过几次反复寻找，猎豹队终于找到了这只假狐狸。终于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猎豹队再找七号假狐狸是耽误了时间。七号的是个假狐狸，我都已经走过去了，就知道他在附近，然后我就走。走到了别的地方，然后我后来又兜了回来，所以我有点担心我们是否不能得到第一。由于两只假狐狸和队员王萌在下坡时耽误了时间，猎豹队的形势异常的严峻。如果再耗费时间，那么第三回合猎豹队必输无疑。精度106.90.84，纬度28.92.64。好了，同学们，
接下来呢，就要揭晓最后的结果了。队员们紧张吗？紧张。好，因为之前的两关比赛呢，双方打成了一个平手，所以第三个回合的比赛特别重要。哪个队赢了这个回合的比赛，哪个队就是我们的冠军队。黑山谷队用时23分24秒，猎豹队用时比他们长还是比他们短呢？猎豹队用时22分38秒。好，猎豹队终于成我们的冠军队了啊！这个胜利得之不易。终极猎狐，黑山谷队用时23分24秒，猎豹队用时22分38秒。好，接下来呢，我们掌声有请重庆市万盛区体育局姜玉忠局长为冠军队颁奖。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孩子们的曹震叔叔，下期节目再见。